看看新闻网。先来说说我们东方卫视的春晚，东方海派春晚语言类节目呢很有看头，歌舞类节目也同样的精彩。为这场群星大联欢献唱的歌手们呢，关键词有两个：海派、接地气。看一下，远道而来的 Big Band 就把全阵容电视节目首唱献给了东方卫视，一连八首，听到你过瘾。国内偶像团体也不甘示弱 ，SNH48 就带着大叔级搭档蔡国庆来了。太不一样了，你不觉得我风格都像个领头羊了吗？大叔级的组合温拿五虎也时隔六年再次来到上海，成军超过40年的哥几个炒热气氛的功力可是不减当年呐。在场的更多人想必还是冲着经典粤语老歌来的，闹够了，嗨够了，谭校长也默契地把代表作一一奉上。娱乐新天地看花絮都觉得好精彩，编辑报道。